宝宝和小狗是比较调皮，网友们看后纷纷留言，这狗狗也太调皮了呀，狗狗吃的果骨头都呛，关键是你能吃这骨头吗？当宝宝和狗狗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生许多搞笑的事情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有趣的画面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和留言哦。